丽丽，苏明成不仅没出息，还动手打人，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？ 这个婚啊，一定得离，坚决离！是啊，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？我就这么说了，你别再装糊涂了，爸，行吗？有意思吗？又选地段，又要三室一厅，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？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？你跑步吗？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，又离家出走，闹得鸡飞狗跳的。就您这性格，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，非让你给饿死不可。人不能太自私吧？你多少为子女想想，我们也不容易。 我打丽丽，我不难受吗？我心脏疼了一晚上，我妈走了以后，你变得太狂野了，我觉得。明成，你不能少说两句。啊。恰恰相反，我支持你离婚。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，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你要是离开他了。 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，但一定不会更糟糕。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，明成他根本就是个喂断奶的孩子。他这个人吧，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，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，太幼稚了。